大好了，给你的蜡像兄弟。我在麦西兰站。我买的车搬走了。会再站前一点点。哇哦，那我们先看中间的。好，右手边。左手边，左手边。有没有就是非常想拍很多一些漂亮的照片？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镜头。右边，右边，好了，我现在就不跟大家聊了，然后大家就让我们近距离的观赏一些。左边。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好，镜头中间大会摄影师，好，这里 OK， 谢谢怡晶。啊，怡晶，我好知道你跟香港真的是非常有缘分，是。非常喜欢香港，大家好，我是张伟庆。哇，非常标准的粤语啊！啊，哇，今天呢，你的这个蜡像兄弟已经很期待见到你，还换了新的衣服、新的发型。对对对对。你觉得他帅吗？他真的蛮帅的，你们要进去一看的话，真的蛮帅的。你最帅，最帅。哎，谢谢。那你觉得就是他有什么最有特点的？你第一眼看见他有什么的感觉？就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哦，原来你们看我是这个感觉。好看，别人看。对，真的很好看。那我发现他那个手势很特别，就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手势吗？这个是粉丝给我做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手势，就是在他们有时候没有带灯牌，或者是灯牌没有电的情况下面的一个寓意，叫 Love Lay。这样的一个意思，对，还蛮甜蜜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就是一共有三个蜡像，你觉得三个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首先在不一样的城市，然后对我来说，他们代表不一样的菜系啊。刚刚有聊到过啊，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怎么样能够入住到东方蜡像馆，就是对我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会继续。努力那既然那么有特色，就是怡晶今天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就是跟这个蜡像拍照的一些姿势，好吧，我们来个一星五连拍，好吧，就五个姿势，好吗？好，好，那怡晶先，我们先来第一个，好吧，好，我们第一个蹦树，让大家看一下，好，怡晶可以再往前站一点点，我们的五连拍有五个姿势的，好的，好，第一个是这样。五个，好，第一个，好，第二个，粉丝说要姓李的，你先看前面，好，然后第三个，好，接下来是第四个动作。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来前面。哇，这个拥抱动作，哇，大家是不是非常的羡慕呢？好，谢谢怡晶，我们这个五连拍非常的成功。然后就怡晶对了，我知道你来过香港很多次了，之前拍这个极限挑战也来香港拍摄过。你觉得香港这个城市怎样？其实很美，然后市民们也非常的热情，然后其实特别喜欢香港，对。那之后有没有计划就是在香港拍港片呢？哇，从小看很多香港的电影，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对，我其实蛮喜欢刘伟强导演，真的、啊。然后我想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刘伟强导演合作一下。好想同你刘伟强导演合作啊！那还有这个演唱会，就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就新的一些计划呢？哦，对，我因为粉丝们想要看演唱会嘛，所以我就决定说今年看演唱会，然后因为非常喜欢香港，所以我一定会来香港去
让你们一起感受我的音乐。对，哇，非常好的消息啊！然后消除了工作以外，是不是一心呢就非常的喜欢美食了？你对香港的美食了解吗？哦，我特别喜欢吃港式茶餐厅啊！对，所以我在哪儿都会去找港式茶餐厅吃，然后。最喜欢吃的单品的话，有菠萝油吧，菠萝油。那既然有你那么喜欢美食的，我们要考一下。我就用广东话，就是读一些就是香港的美食的名字出来。好，你就猜一下是什么好了。可以。我好努力。广东话。哇，给人掌声好吧。好了，第一个就是士多啤梨。士多啤梨，士多啤梨，草莓吧？不要给提示，对，就是草莓了啊，非常厉害。好，士多啤梨啊，第二个菠萝油，我吃，你最爱？我吃菠萝油，我中意吃菠萝油。好，然后就是薯仔，薯仔，小心，不要给提示。对，薯仔是什么呢？蔬菜类，差一点点，蔬菜类，种在地下的，马铃薯，对，非常厉害，对，马铃薯叫薯仔，薯仔，对，我们讲一次，薯仔，好了，然后这个就是野菜花。会吧，粉丝们好像也不认识。花菜，对，也是。啊，对，哇，很厉害，是香港的一些，我是粤语。好了，最后一个就是馄饨，对，馄饨，对。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广东话里面的唔该和多谢有什么不一样？就通常就是唔该呢，就是没有礼物，就比如说人家帮你一下，帮你做个事情，你就说唔该，人家给你礼物了，你收到一点东西了，你就说谢谢。啊，就如果我收到粉丝给我的爱，就是多谢你哋。对。啊。对，你可以多谢他们，他们在那边多谢。多谢你哋啊，多谢的记者朋友啊，太热了，我知道。啊，然后我们之前呢，在社交媒体上就收集了很多粉丝们的一些。话想跟你说，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呢就挑了三条问题出来，想问一下你的，好，就让我们解答一下了。好，第一条就是，哥，你有想过用 M Pop mix 一下粤语吗？哦，我有，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做，因为四胎可能会稍微会推迟一些跟大家见面，但是我会在做不一样的单曲。然后跟不一样的国外的艺人会合作，然后在做有一首歌里面的时候，我就想把广东话加在里面。真的？真的，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啊，那我们期待这个可能会是一些创作，对，可能会是一些 spoken 啊，那么就是一些说话的一些词汇在里面。啊，可以加就是菠萝油在里面。哦。好，看跟那个歌曲合不合适。好，然后就是用三个词语去形容你的三个大象。三个词语。对。帅，想一下，真实，很真实，特别真实。好，三个词语非常的精准啊。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怎么看？你的那个养生日程啊，养生日程，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就是现场各位都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所以我的养生日程呢，现在慢慢已经提上来了，也会吃一些补品啊之类的，促进睡眠的一些好的食物啊之类的啊，食补非常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一心的大象入驻香港珠沙呢，也祝福一心的音乐道路越来越好，谢谢，越来越强。谢谢。那香港今天也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们有请香港珠沙夫人那香港总经理 Jenny 为一心送上净化头，我们有请香港珠沙夫人那最本总经理 Jenny 为一心送上金话筒的。
然后在那里啊，一边详细，他先可以往外面那边，对对对，我们轻一点啊。好，我们先从这边，我们一路拍过去了，到这边右手边。好，大家好。好 ，OK。好 ，OK。哦，最右手边，我们慢慢来。右手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我们先这边，这边。右边，右边。好，然后这一边一起，我们同时视线。右边，右边。OK， 这边好了。好，谢谢罗莎珊妮，跟你的欢迎新加入这个城了。好，那最后的这个异性有什么一些话想跟你的粉丝说呢？就是，就是很久了嘛，就是出道到现在，然后。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经常会过来看我的歌迷朋友，还是蛮感慨的啊！谢谢你们这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你的幸福，然后对，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开心，然后我会用更多好的作品，不管是影视还是音乐，带给你们，然后让有一天。让你们会觉得，当你们回味这段青春的时候呢，让你们会觉得说，你会很骄傲，你喜欢的人是张艺兴。好，我们感谢艺兴，也感谢歌迷朋友来出席今天在香港都沙富人蜡像馆举行的张艺兴蜡像揭幕仪式。请大家记得要继续关注蜡像馆的动向，同时，通往蜡像馆的百年缆车呢，将在四月底进行翻新。如果想体验三顶嘅景色咧，同埋同张艺兴影相咧，就记得喺四月嘅时候嚟到啦。好，唔该晒艺兴 ，thank you， 谢谢艺兴，谢谢，可以先到后台休息一下，谢谢，谢谢你，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好啦，咁啊，艺兴而家咧就准备一下先啦。我哋咧好快咧就会安排嘅围房嘅环节噶啦。唔该晒各位啊，欢迎。好，艺兴，各位坐稳，就进行这个寻法的实践。好，好。首先是要给开开。好，那主要就是我来提问，然后之后如果有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发问啊。好，那第一条就是呢，就艺兴，你看见这个第三尊客的蜡像，感觉是怎样的？我感觉特别新奇的，就是另外一个特别，因为。可能在你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可能在稍微还有点距离，一会儿结束以后稍微近点看，真的很像。这个我影响觉得不大。那再就是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在做这个蜡像，对对对，其实每一个 designer 他们设计师他们做每一个蜡像，他们都非常的尽心尽力，然后他们会对每一个。他们会比对每一个比例啊，然后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们来到这以后，他们也还会，看这个通过灯光的照射之后，他们的这个，他的肤色跟我的肤色会有什么差异之类的。好，我哋想请咧现场嘅粉丝朋友啦、媒体朋友啦，可以唔好影相住，因为佢啲声音好影响佢哋video收音嗰度噶。唔该晒。多啲讲一次咧。就是呢，现场的啲朋友就是麻烦，就是我们拍照的时间就稍后再拍，然后就现在要收音啊。那个声音不够清楚哈，谢谢。好了，接下来就是你觉得这个蜡像就是你觉得最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最喜欢的地方？这一面就是，如果你们从这个我还不方便移动它，大家一会儿可以从这个面看的话，真的很像的，真的就很像，很像。就好像就是我在我自己 music video 看到了自己，或者是在自己演出的一些电视剧里面看到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有小绵羊的那个感觉吗？这不太有小绵羊的感觉吧，这个比较像，对，装饰吧，装饰。然后呢，知道就是接下来在演唱会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计划？对，就是刚刚也说到，就是演唱会已经在准备，然后在演唱会之前还想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所以也都在准备，时间比较紧啊、所以。会有香港吗？当然，我说了，真的我非常非常喜欢香港，所以一定会来香港去见香港的各位朋友和各位。
那除了这个音乐之外，刚刚听你说是不是就非常想在电影上跟刘伟强导演合作呢？是，我非常喜欢刘伟强导演，然后也希望有机会能合作。然后对，最近我也在追一部剧叫《黄金瞳》，对，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有没有什么人的那个角色是你非常想这个尝试的？我说我想演杀手，我想说了有五年了，现在我不是很想说我想演杀手。我想演一个，让我想想吧。这个我现在没有特别那个，现在主要还是希望，音乐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对。那最后呢，就是一心是不是非常喜欢香港的茶餐厅的美食呢？对，没错。最想吃是什么？一般就是早上的话会吃一个车仔面加鸡蛋加火腿，然后，要喝一杯奶茶了。奶茶是必须的，对吧？对，奶茶是必须的。然后，如果，想要吃快点的话，会选择吃那个三明治和奶茶。再加个锅。之后会考虑在音乐上也多一些合作吗？对，我就跟李老师说，李老师说，大家期待吧，大家期待。然后其实之前微博上还有很多的你的粉丝也讨论说张艺兴总是很有礼貌，你自己是不是有特别注意，就是跟别人打交道啊，或者是就是相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呢？对，我当然得注意，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礼貌，是个最基本的事情吧。对，因为像对我来说的话，如果没有各位或者是没有我的工作人员，其实也没有现在的我。如果这么想，是不是应该去感恩的？是不是应该感谢各位和所有的一切？最开心，开心。然后春节刚刚过去嘛，有没有被家里催婚啊？对，这个其实也被问过很多次，但是，我觉得随缘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那我们谢谢一心，谢谢，谢谢各位，多谢大家，拍一下照，再拍个照，好。老总收我们钱，好，谢谢。好，我们这次从这边再拍过去了。好，先这边。好，这右边这里。好，然后右手边。我话要个大个埋埋。佢应该赢一次换一次几。好，然后中间再来。左边好，辛苦了。OK，Thank you， 唔該曬，唔該曬，兄弟 ，Thank you， 辛苦了，辛苦了。好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刚刚说这边是很像的，我们来看。站着吧。好了，我们一心已经来了，然后一心跟我们美拍的小伙伴们打招呼。嗨，美拍，小伙伴们好。今天我很非常高兴的在近距离看到我们一心，所以呢，现在我带着小伙伴的问题来跟你提问。好，今天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能跟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吗？
就是觉得哇，还蛮奇妙的，来到这儿，你们可以近距离把这个，你可以近距离看一下，拍一下它，真的跟我很像哦。那我来拿一下给你。好。来，大家啊，现在是我的拍摄视频，哇，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都是人家送的。哇，真的很像的呗，对不对？好。然后觉得这个蜡像的 balance 怎么样？啊， balance 对，当然很好了，因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那个 designer 嘛，然后他们把很多好的那个这个包括肤色的一些 detail 啊什么，全部都在上面都能够看到。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造型来做我们的蜡像？因为这个首饰啊，大家看这个首饰是不是他们给我设计的首饰嘛 ？Love Lake， 所以我觉得就好吧，那就用这个首饰吧，因为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爱嘛。如果还有就是还有一尊蜡像的话，你会选择用什么造型来做？还有一尊蜡像，我会用什么造型来做？对，会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我希望是会是一个舞蹈的一个动作吧。舞蹈动作，对对对，比较酷一点。然后我知道我们一星呢，在去年就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然后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的第四张专辑，有没有在安排？第四张专辑可能会暂时还没有最确凿的计划，但是除了第四张专辑，我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音乐，会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然后还有一首首跟大家见面，而且最近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音乐。然后跟很多可能跟国内外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歌手都会有合作，所以也请大家多期待。然后说到专辑的话，大家很期待我们的演唱会，演唱会有安排上吗？演唱会就在今年。今年是吗？今年的首场是说吗？不说吧。还不行，保密。不能说保密。那能不能透露会有大概在什么城市开吗？反正今天在香港嘛。哦，好，时间保密。OK。但是我说我一定来香港。没问题。然后第四张专辑会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吗？第四张专辑现在暂时还没有，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定下来，所以会用不同的音乐在一首首跟大家见面。对，好，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身体，都在问养生提上日程了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行大运，行大运啊。然后如果有一天休息日，你要怎么安排它？就不能工作？休息日看看书什么的。打打游戏，然后黄金瞳已经开播了，能给大家透露一下你在剧中所扮演的庄瑞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庄瑞是一个，这人太牛了，天哪，那个眼睛，我的天哪，就是，我也希望真的，我有时候有那么，我最近在追剧嘛，追黄金瞳，我现在已经追到第12集了，今天晚上有2集更新，对吧？那个，他那个眼睛那个双瞳那个能力啊，真的是。真的想拥有。那在剧中有没有最喜欢的台词？喜欢的台词。哦，你人真好。你人真好。大家都好，你也好。然后作为演员星，你下一个最想挑战的角色是什么呢？除了杀手之外。其实都行，我觉得都行。可能军人吧，军人。军人。好，那你已经是来过好多次香港，最喜欢香港哪一点呢？美食。美食。然后这次有吃菠萝油了吗？还没有，因为最近在减肥嘛。好，但吃了辣蟹。辣蟹好吃吗？好吃。然后现在一星呢已经有歌手啊、演员还有导师的多重身份，2019有没有什么想尝试的新的身份呢？最想尝试新的身份。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是粉丝都会喜欢，就是不管是哪种身份的话，粉丝都会喜欢，就成为他们的张艺兴。那在第三胎专辑中最喜欢的是哪一首音乐？哪一首歌是最喜欢的吗？第三张专辑，对，我其实很喜欢《Namana》的。刚刚还在说，我觉得《Namana》真的很好听。那这首歌很适合抖脚哎，你平时听歌会抖脚吗？比较简单，比较 catchy 啊。我会抖脚，而且还抖动身体之类的。那你2019有什么心愿吗？2019的心愿就是希望一切都顺利吧。好，然后再跟我们粉丝。就是在刚刚看到我们热情的粉丝，香港热情的粉丝是感觉怎么样？就是感觉很温暖。其实不管是香港的粉丝，还是广州的粉丝，还是重庆的粉丝，还是世界各地的粉丝吧，其实每次看到他们就是为我过来支持啊，然后为我呼喊的时候，其实都觉得蛮感动的。就谢谢他们这么疼我。然后刚刚说到美食嘛，然后你们有做过或者吃过最可怕的黑暗料理？
没有哎、欸，没有，挺好吃的。好、嗯，好，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心接下来有自己的行程，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跟美拍小伙伴 say、嗯、美拍的小伙伴们，大家再见喽、嗯！我去赶飞机了，拜拜。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一心，谢谢。拜拜，谢谢你，谢谢，谢谢。OK 好了吗？那我们一心现在要去赶行程了，所以他就要那个，对，好。